这盘棋讲解是破排云掌，2024年的网天一直播间，对手是步惊云，开局是先手对足底炮。这个对手的布局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啊。到这儿要出车，那么他是过来吃炮，跳马之后，这边因为牵着担子炮，他就平开，准备呢卒三进一发难。红方先出来生根。那意思是你卒三进一，他马七进六，冲上去跟你拼杀，抢空头。飞象的话先避一招，再卒三进一，红方就推窝心马了。双方布局段可以说是斗智斗勇啊。那黑方拐角马，红方进炮封锁，黑方补士，那红方巡和车。接下来黑方是进七卒，红方就腰对，这边盯着马，黑方推炮要打车。红方拆炮啊，到这儿打一步平过来，对黑方来讲当务之急啊，就是冲边卒把车拿出来，将来这个车啊想办法过来吃兵，或者是啊巡河之后过来堵炮策应自己的马就行啊。他选择招法是推炮，这招棋呢似乎是一个移形，红方进炮就牵住他，黑方他长车啊，红方就飞象。接下来他是走车一平三，他不能平四，原因是对完之后啊打着车，双车不在，所以希望绕道啊卒三进一把车杀出来，但是红方不给他机会啊，进车要抓死炮，那炮一走的话平车吃马也是把象破了，所以呢局面也是不利，但是比较顽强，实战直接上那一抓，正常甩开就要丢象，他不肯顶起来，看着好像比较稳健啊。红方暂时没什么手段，但他这里啊剑锋一转过来吃马，那么对方就不好下了，看着好像可以退回，暂时呢把对方还没办法啊。其实呢红方已经有棋了，车四平六啊，到这里要得子了，所以呢他等于引蛇出洞把这炮给引过来了，刚才丢个象他不愿意嘛，那现在只能说是丢个大子了，所以黑方这堵棋啊刚才就应该从边线把车拿出来，本来这个三路炮看着马阵型呢很舒展，结果现在这个棋啊要失子，那也是无奈啊，红方给他吃了，黑方吃掉，红方一吃，黑方过一个卒试图呢小卒欺负马，强行控制局势，红方则是底线穿将，落势以后呢这边是防着这边底线出棋，红方简单给他吃了，吃完之后呢这边有一个炮分边，强行从底看撕开缺口啊。黑方到这儿是架中炮，意思是想吃这个马，将来你兵五进右再打中马，想追回狮子啊。红方如果飞象的话，打一将也是可以追回狮子，怎么办呢？看着挺危险的。到这里，其实红方可以上马，黑方即便用炮去挡，那也没用，所以实战他直接上马了。假设啊，挡一步把他逼退啊，会怎么样呢？到这儿的话，镇住马。准备这个马上来杀棋啊，红方有这么一招棋点进去，黑方一上啊准备破巢杀，红方有一个抢先飞象抓车，这个车如果躲的话上马就是一蹬啊，再吃的话再上，你杀将人家补士随时可以出来，这边哪怕闷弓都是没有棋的，但他这边一砍这边就要出问题，出什么问题呢？咱们接往下看啊。这个棋的话刚才说到啊，那么飞象这招棋对方如果平那就不利，如果说不平打一将会怎么样呢？就上，你吃人家退回财你也吃不到啊！你要是敢吃这个子儿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说到啊，这个平车卡肋就很厉害了啊。对方的话这个棋你吃的话，这一下底线啊，你无论是补不补士他都是这么一招棋啊，闷弓杀棋啊，所以他有这个棋啊调虎离山，所以这个马是不能吃的啊，可见呢这组棋啊非常犀利啊，黑方没有机会出手，所以呢你炮平二就想利用对方你也利用不到啊。那么这儿他关键有一个象棋进五可以解围，所以呢黑方想杀棋杀不到，他意思是啊直接上马，就是不给他利用机会啊，你上你的马随便上吧，他两步马上杀你啊，看着黑方比刚才速度更快了一点，红方该怎么办呢？正常还是要飞象啊，黑方打将刚才说到上马就行，上这个马主要限制对方上马，对方上这边卧槽是没棋的啊，那这里的话他往这儿上啊，道理是一样，还是要铺巢，必要时候人家可以保
现在这个棋的话，红方兵五进一都不给他过去，黑方卒五进一想要过，那红方这棋就下底炮了。接下来冲过来之后啊，他意思是这个卒走开继续要卧槽，红方的话简单把士给打了啊，他这儿抢先出手的，黑方他就上去了。在他看来你这边没棋啊，必要时候出去，他这边的话这卒闪开一上马，看你怎么办吧。此时的话红方跟他拼了啊，黑方他就出了，到底谁厉害呢？红方选择炮退一步准备叫抽，但是将军的话对方还可以上啊，不过你一上的话他可能退炮一将，这边可能要重炮啊，不过对方还可以再飞象再垫，这手段很多啊。走这以后呢，初看之下红方也一时半刻杀不死啊，但是他还有一个推炮啊，在掌具往过甩的手段，对方当然可以挡啊，这边呢还是可以对子。那红方这个棋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多子，而且的话他这边有杀招啊，而黑方现在还没棋，所以还是红的好下啊。那么这儿的话这个棋啊，他就平炮过来，只能是先解围了啊，因为他速度快啊，想跟住吃对方一个子，但是也没用，红方直接点将啊，如果不是就抽子，所以他上。上来的话炮一将啊，正常就点个炮，认为你这是换棋啊。换之后的话，红方如果想吃子当然可以，但是呢担心黑方有这个上马反扑手段，红方这里有更好的手段，就是直接上马不要了。黑方一看还有这好事啊，吃一个再说。那红方这棋如果上马，黑方就可以狙击你守住，但人家往这儿一上啊，这就尴尬了，等你再吃的时候也来不及啊，平局杀了啊。即便你不是，那吃完之后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根本抵挡不住。所以呢，步惊云还是其他一招呀，最终输给了雄霸，这盘棋王天一获胜。